你就不想一下参与到我老家管理出现？没想法。他到底是干啥的？我靠，就是个骗子，不但骗你女子，还骗你的手艺，还骗你我店。我看到时候把这整个老街都骗到新加坡去。来来来，在沈阳要翻身了。那领导这办法真好，俺要这老街的人来管理老街，不错。你现在有合适人选？有啊。哎呀，这么快就有了？那你赶紧石头谁家？男人呀、啊，切一下，男人，谁嘛？这话呀，到底是谁先看家一上来一圈？又高又帅又有钱，又浪漫细腻，又沉稳智慧。啊，见着，哪儿认得上？阿姨跟你说，你这回呀，要是能投我儿子一票。大家都在忙着选举呢，那个你咋就不着急呢？我着急啥呀？你就不想一下参与到我老家管理出现？没想法。我可是个香饽饽，大家都在找呢。爸，现在带着大家一起搞这个联合经营，为大家抱着团发展。你们看这参与度多高，积极性多强的啊！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嘛。我为啥还要进你管理处呢？你这女子心真大。爸，我只是想咱这日子过好就行了，至于这个升官发财的事情，就交给别人去吧。那女子呀，真不愧是大城市你带过。爸。我只是想，这不如干点实事，来的实在。就拿咱店我志强来说，哎，你看人家我死你，我打着你。志强长，志强短的，你不会是对那志强有啥想法呀？爸，你别说到哪去了啊！人家志强干的事，大到你无法想象。能有多大吗？你叫我说。还是把心思放到你自己身上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你最好还是参与到在这商户代表里头去。想当年我跟你妈都盼着你能在大城市里落户，干一个稳定又不累的工作。爸，那现在不也挺好的吗？不管咋个说，选举的事你还是上点心。好，知道了，爸，我心里有数。看老街发展要繁荣，但是更要文明。我们相应的管理办法即将出台。另外呢，根据上级的指示，老街要成立管理处，最好从上户里面产生出来。谁有合适的人选呢，就投到门口的投票箱里，到时候公开选举。好，那行，那我先去办。塑料，咱就用牛皮纸。对对对，上次这个事情我在董事会上早都强调过了。
一定要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管控。这整个老街下来，这几百家商户，只一个月的数字就非常可观的，并且将会对传统食品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力。嗯，对，行，公司其他事情等我回来之后再研究决定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嗯，拜拜。儿子，嗯，妈跟你说啊，最近是关键时候，我蹦个街道，妈都给你打点差不多。你说，你给我捋罗一天站在一块儿，我算做啥的吗？啊？我还听说了，那平儿这次也精算，选人也不少。我对这个事情根本就不感兴趣。再说了，我跟吕罗是好朋友，你以后再不要干涉咱俩交往了。不是三岁的碎娃。那妈问你，你知道我老街管理处是弄啥的？人家说白了，人家我就是地方政府。你知道我街道主任是弄啥的？娘，我就是国家干部，从开饭馆到当干部，你又意味着啥？你知道不？这意味着你以后就是公务员了，就能坐办公室了，咱就能娶上我事业单位的我小姑娘当媳妇了，咱沈家要翻身了。好了，你这次越扯越远。哎呀，那你说，妈就你一个吗？那我把你不安顿好，我死都不瞑目。又来又来了，那多大个事情嘛，就死不瞑目，死不瞑目。哎呀，那我跟你说，你最近就注意着，跟我李罗拉开关系，我估计。这次差不多。干干干干，输了吗？你，哎呀！大点。我觉得啊，咱俩的智商不够呢，还是贫穷限制上这个想象力啊。其实啊，我觉得你这个脑洞可以再打开点，甚至二次元都没有关系。就我以前在新加坡度假的时候，在山村里边见过一个人用这个佐料泡肉，啊，就像韩国泡菜，就跟咱们这边腊肉还挺像的。先入味，然后再风干。哎，我感觉我已经完全被套路了，不行不行，我回家还是问问他爸，看有没有啥更好的办法。对，我朋友的厂子也是这样的套路，嗯，就看有没有办法再改良。哎呀，都没下十度了，你还改啥良你吗？是那种改良，真是这种。我这吃完了。试点，还要通过食品部门的验收的通过。啊，嗯，是这样，大家先按照我的方式去做，然后再根据各个产品的不同，再做相应的调整，好吧？行。嗯，有什么事及时向我汇报。他到底是干啥的？Thank you.
小韩。哎，阿姨。哦，卖的啥嘛？这么大的包裹？这不在网上买的生活用品吗？既便宜又方便的。哦、你在住家好像有一段日子了，手艺学的咋样嘛？啊、哦，是有一段日子了。哎，这次收获挺大的。手艺学会了，回新加坡吗？有这个打算。我就说嘛，咱不能老给人家免费干活嘛。手艺学会了，我就是你自己的嘛。对，行，那阿姨，那你先忙着，我先过去啊。回去。回去了以后。好，那再见，阿姨。啊，回去就放心了啊。心情好得很嘛啊！有啥好事呢？没好事就不能高兴了。也就是，哎，我问你，给你店里帮忙的我小韩，啥时候去？回去？年晚来给俺女子打工学手艺了，那还回去做啥呢？给你女子打工学手艺了，看把你弄的！你想一下。一个外地打工，在你这儿，哎，一干就是几个月，一分钱不要，还那么卖力的。当你捡到便宜的时候，动动脑子，好好想一下。你到底想说啥呢？我想说啥呢？我靠，就是个骗子，不但骗你女子，还骗你的手艺，还骗你我店。我看到时候把这整个老街都要骗到新加坡去。胡说啥呢你？我胡不说，看到时候吃亏的谁？平儿，过来，爸给你说个事。爸，啥事呀？这个，这韩子强现在学的咋样了？差不多，这挺好的呀。你不在店的时候，他可是给我帮了大忙了。才差不多的，就叫他走。爸，你这啥意思？看你一个女画家。你整天跟他在一块儿，你都不害怕人家这街坊邻居的是寒话吗？再说最近一直选举着，你不能因为这事情影响你的正事吗？爸，我跟他还要干大事呢，不让他走。干大事啊？他把咱的我手艺学到手了，免费拿走了，我就是你大事啊！哦，对了，还有。我听说是他在老街上跟这些老字号要复制秘方，有这事吗？咱的这手艺是百年传下来的，是咱朱家的命根子。你毛脚老糊涂的留一手呢吗？况且他现在也学的差不多了，就赶紧叫走。爸。你这个老思想，这要不得了哈！现在都是网络时代了，这全球都是一家子，这好的东西，只有你分享出去，它才能发扬光大嘛。你就拿咱这臊子面来说，哎，城市咱这个老街，哎，这就是我方圆几里的人知道。这现在呢，可不就不一样了吗？咱的这臊子面，配料、手法，我是代代相传，要的就是传百年不变样。啊，你想不一样，我不想。再说，他是个外国人，啊，他的心思能在咱这臊子面上？哼，叫我说，他就是想利用咱这臊子面，咋着给他翻黑钱呢？爸，你咋能这么看志强呢？他就不是我样的人。
我一次不跟半个，一生捏不动。他不知道给你灌了啥迷魂汤嘞。爸，哎，你说这次选举啊，竟然是祝平儿获胜了，就比沈建军多了一票。你说他俩关系那么好，那谁当选不都一样吗？早晚一家人。哎，不管是谁呀、啊，只要老街能发展得更好，那就好喽。是啊。都在嘞。沈姨。嗯，我想问一下，咱这票会不会统计错了？哎，不会的，那么多人看着呢，不会的。那票箱子里的票都取完了呀，数字都正确着嘞，没有把谁漏掉吧？不会的，沈姨，你放心吧。咱这都是公开透明选举嘛，不会有问题。你放心吧，沈姨。是花青娘，爸，这次你就不能不管了啊？你不管咋着行？明天就让他走，立即马上。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啊？你说多少遍也没用，赶紧让他走。志强他都是个活宝，我不让他走，这老姐也离不开他。哎，这你咋的还管不下了？那。
我看这个方案可行。那这样，我通知商务代表，大家过来商量一下，征询大家的意思。把那个韩志强也带上吧。哦，那行，我知道了。好。我家几代人呢，在新加坡经营着一家餐饮连锁机构。我非常喜欢美食，来到这里呢，机缘巧合的学会了做臊子面。我非常喜欢臊子面，所以决定呢，回到新加坡之后，在当地做一个地地道道的臊子面馆。同时呢，为了让更多的人欣赏并且尝到这个美食呢，所以我跟祝平儿一直在研制臊子面的速食配方。当然了，不光这些，我们老街的很多商户啊也参与其中。虽然呢，我们的现在的研究没有取得成功，但是还是有一定效果的。啊，大家手上的计划书可以了解一下。原来是个富二代啊，看来是个好心人。他一心想为老街，绝无二心。如果说大家因为这个方案对祝平儿有所误解的话，那么我今天郑重其事的在这里宣布，我呢跟祝平儿是非常好的朋友搭档。祝平儿呢也是我见到过极少数的女孩子里边有雄心壮志的一位。我们在做实验研究的时候，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把老街的美食推广出去，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样的福利和美味。请问这样的人难道不符合做街道主任的条件吗？建军，谢谢你啊。谢我啥呢？谢你替韩志强解围啊。哎呀，我都是实话实说，实事求是。我只是希望在大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，在老街一天天美起来。我会跟你一起努力的奋斗。哎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上次选举有一票是你投给我的。你咋知道？我认识你的字呀，从小学到现在都是一样的难看。哎，字难看，人不难看都行了我。凭的呀。哎，你说在这门对门的哦，竟然都没有时间说上一回话。一天忙的，谁都见不到谁。上大学的时候你还烦我，那现在嘞见不上，惦记你。那会儿都穷嘛，只想留到城里找个好工作，一份好收入嘛。谁知道到最后啥都没有了。现在都回来了，反而啥都有了。也就是因为这个。所以啊，我才想把咱老街发展越来越好，以后咱祖祖辈辈啊都在这生活。我以前还误会你跟韩，你再小心点，小心我扣你欺负。我刚看电视了，我们老街上电视了。最近呀，好多记者来采访，你要不要也过来一下？顺便呢，我快累死了，压力特大，求安慰，求抱抱，求好吃的。好呀，赶快跟你们领导请假，赶快过来啊！这次啊，绝对给你们不一样的惊喜。等我啊！好。祝主任，作为老街的第一届领导班子，您对老街的未来发展有没有什么好的规划呢？我们目前呢，想打破我们传统的这种先卖先卖的模式，打通这个网购的平台。另外呢，咱们还想着设法把咱这个老街这个美食品牌呢推广出去。
通过咱这个活动呢，来提升咱这个老街的这个形象跟这个美誉度。是，估计咱俩共同的目标，嫁给他。嫁吧，嫁吧。不可能，想不到。把我的人都叫你丢完了，一个大男人跟个女人跪下，就连满街的人都笑话你。这就不动了吧？我这是喜欢平儿，这求婚又……再说了，我俩都准备结婚了，你作为未来的婆婆，应该高兴才对，是不是？未来的婆婆，想得美！妈，你好好想想啊，你可是未来街道办主任的家属，得提高认识，提高思想觉悟，再不敢这么抠门了，啊？他来自叫我来了。嗯，我身份证就是在厢房里，仔细看，再过三个月，63了。行行行，好。吃多少你就吃，你以后天天来吃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来来来，见着啊，向二叔外面，肉给多，面上足，要吃，赶紧去，看你能吃多少，吃去。秀兰，这老了老了，我明白了。孟涵，咱们是好朋友，但也只是好朋友。你是这吕罗？你是个啥人啊？他今儿个的沈建军，明儿个的韩志祥，他心都咋想的？我都跟你说过，我有喜欢的人，但不是吕罗。口是心非，言行不一，为什么你们就不能明明白白的告诉我呢？我还拦着呗，我又